嘿，是的，我喜得了。今天来玩这个算是娱乐牌的德古拉黑天鹅壮汉牌组。那影片的缩图应该是壮汉黑天鹅，但是也可以叫做壮汉德古拉。那这套牌的核心呢，就是把大量牌丢光，然后理想情况下，我们德古拉继承上面的620的赤焰行者或者是红骷髅，最后那个因为牌被丢光了嘛，我们状况会加6光，让对手误算会有一点压力，然后放一张凯。然后放一张黑曜。那这个如果你没有太猎手的话，其实你可以放个这个叫什么泰达尼亚哦，1等5攻的泰达尼亚也是不错的。好，话不多说，我们壮汉问去。题，我发现狼人有个问题是他打不赢洛基，所以没有绝对最强啊，只是说现在洛基就也没有这么多，但遇到了还是觉得很阿杂，那就 snap 他。一直也是跟他运气太好了，因为他一直一飞机二沙宝，然后三一直交换，好靠北。刚讲完就来洛基耶，敲那个好那个鼓，敲那个好那个鼓，一个轰，哦，锁区哥哥，锁区哥哥来喽，对过啦。叫一下，哎呦，是不是有机会把牌打干干？明天场下面就打真，有原则的。明天场家，靠！哎，我靠！第一场就出精华，懂了？Moscato，你有人学好一点，用点时间。哎，你们不觉得我这几天活力特别好吗？这几天就不知道，我觉得突然觉得，就是一种对一切事物有点豁然开朗的感觉，然后我就觉得哇，我整个身心灵都很健康感，希望这个状态可以维持很久。我讲真的，我就觉得突然，哦，我的心情好好。我今天连续开3天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的状态很，对啊，我不知道，我就觉得突然就觉得好像不是还不错的。哎呦，怎么会有那只啊？不好了，抱歉，我没有状态好，没有状态好这回事，没有状态好这回事。这刚刚多讲，给讲的，给讲的啦！不能降费，中间就不用管它了吧，20攻砸下去，一张。完了，要被踢了吗？升级可以吧？我是鬼吧？倒了，吃啊！你来吃的，壮汉对吧？这样子我需要大肉丝吗？哦，感觉好像还行。等一下打出一只幽灵，然后做我该做的事。我这样子，哦对，这样子我这样子下没有问题，因为我 T5 的时候就不知道在打那边了。黑哥。黑哥也带这个，顶啊！对，这玩什么？OK，那这样子现在要哎呦，好想 snap。看不懂他什么牌，因为他就那个场面就三张，不知道啥想。拐啊！哎，移到中间。魅惑。
泼啊！这也太狠了吧！走喽，马子哥喽！赞了！那个干的牌啊，波霸给很逗，我也不想哥，我也不想啊，又不是我想要很逗，什么？哎呦，星际义工对，哦，哎，哎，那场地在靠，走吧。抓到了！哎，不是，他不是抓到了，他是隔壁大妈。猪猪宝贝敲下去，然后随便玩。哎，哪里翻船？猪猪宝贝敲下去，然后随便玩。那我有办法丢光吗？好像不行哎。敲一个，大一点啊！怎么敲到阿特啦？爱情选择题，哈喽，你好啊，是不是在牌里面很久啦、啊？是不是很想要出去透透风啊？是不是很想要透透气啊，兄弟？啊，这个我今天有带你出去玩哦，哦，我今天有去那个松烟带你出去玩哦，有遛你哦，啊你乖一点哦。啊，这个，哎、欸，好兄弟，你最近很活跃、啊，所以你就，啊，也休息一下吧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就这样子办的，好不好？好，还蛮好的。哎、欸，不是我安排这么久，笑，哎、欸，好像还不错哦。动一下，对面是愤怒啊，小心点。服从，听我号令。这把稳啊！哎，小巨。是吧？我应该是可以把牌丢光啊。第九，哎、欸，对啊，他有万磁王，所以要小心一点哦。看情况吧，但我觉得这把蛮稳的。我们不一样，每个人有不同的打，哎、欸，还可以啊，牌打光再加六攻，都忘记六攻，你大海拉这样输，抢分奴点数，两万，哎呦，哎呦，喜德来喽，喜德来喽，给库来喽，蹦嘎。哦，我就被跳不掉，下精华刀，帅 combo 天赋。